返すよ。買う？飞出去了。然后我就跑掉了。然后我就跑掉了。上不上去啊？一个。楼梯又没了。你是很想坐啊？我还要爬楼梯，还要擦板子，我就坐板子。做到的。
事吗？丑的是你这样子倒才叫丑啊。那个就是一看，我一看就直接说，这个大概程度到哪？你要进阶到下一步，重心就是除了前倾之外，没办法再改善了。没办法再说哦，要你学什么？不管是小转啊，刚刚的绿色，我们再去找下午茶吃的是什么？绿色是唯一上面的绿色，因为觉得你不觉得在桥上就是很多坐着的人？是啊，而且他们都被那个绿色骗。那里坐，他们都被那个绿色骗了。那个斜的部分，我觉得大概有接近红色的斜度。然后以初学者来讲，那些人顶不住。这里是县外吗？这里是县外吗？这里是不乖的人管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吧。是这条线跟那条线中间，那个是乖乖的可以滑的。这边是拉过线滑过来的。这边线跟线之间怎么滑？后面它就框起来了。这里没有框这里没有框。那这边可以滑。这边还多蛮多松。不。那你就过不来了。所以这条线是画给谁的？研究一下。身体微弯，没有到闪电型，但是他的头没有朝后太远。是吧？你看，我都有坚持。
有摆这样。有啊，你有在开始进行了。我有头往前呢、啊。鸭血蛇也可以，我刚刚自己在做鸭血蛇练习。哎、就是，我现在骨头好痛，我就跟你讲，这这里的骨头不知道有很痛。好，你要转哪里？正常的话。很乱欸，
清楚了耶，只有上面，而且不到山顶，只到一半。只到一半。有的，看得到山顶的那个 lift 的站。哦，你说可以看到 lift 山顶 lift 的都看得到。对啊，那就是那个看得清的线高到那里了。就高到那，不过左边我觉得怎么那么的雪白，那么的大。我是说左边那个远一点的那个山。嗯。哎，这个人在跑，跑，跑。Gate 这个东西是开了，跟你说你可以进去，但是他还是不救你。对，自己责任，他专门开给你的。过了这个门就表示你同意那些有的没的，就是就你要钱钱。对，而且理论上过了 gate 之后，你应该最好装那个什么 beacon 哦。对啊，他昨天莫伊瓦的那个 gate 旁边有一个 gate checker， 有一个 beacon checker， 就放在那旁边。去高一点点吗？你要多坐一台车吗？不用了啦。真的？对，现在这种轻松的坡度可以开始进行一些练习。那我们来去树里面。啊，树里？你要去？这里的树太平了。是可以啊。你要去那个黑黑树吗？那是要坐高一点吗？没有，这里往右边那个就是黑黑树。不要，那个很恐怖哎、欸，那个就算去正常的滑下来也很恐怖呀。那你还嫌这里太平？树的那个黑嘛，这个是你首先借过一下，然后这个黑是说它好，手借
过一下。它有个指标写说右边绿，中间黑，左边红。然后那个中间黑我们也划过了。分别下来以后，一个是在这里碰到绿线，一个是出去以后碰到绿线，两个不一样。我们有划，都划过了。它上面那么宽，它偏要说这是 cos， 这是 cos， 就不知道该怎么说啊。嗯，刚滑过了。Yeah， 刚滑一次。伤情，就要快要倒下去。你刚刚这样杀得很好，就是那种感觉，然后左右脚都做得到。为什么？鞋身稍微压一点点，那种你就会稍微体会到重心在这中间可以自由移动，嗯，然后就会觉得杀得很顺畅，我就觉得滑得很轻松啦，就这样子照这种方向滑。其实这很平啊。利率下去 是没有大利率已经上过，大利率在那里。那不然这是什么利率？不是中间红，大利率跟中间红中间有一个黑，黑就是我们有曾下过的，被挖了很多板子的那个地方，是中间那里。
这样。很丑吧？不会，你其实这样点还不错，身体可以在前面一点，就不丑。我都一直觉得、一模一样的这样做，我从下面录好了。我就一直觉得很丑。我看从下面看起来怎么样？那我先下去哦。大概在那个坐着的人身上。太远了吧？我会走很久哎、欸。我这个动作很久哦。对啊，那可以像你在做。就是稍微抖一点，你会那样。所以呢，其实点杖有一个要诀，其实那个是那个道理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你身体在这里，对，有点像坐垫。你就是说，这里很陡，所以这里很陡。你如果这样顺下去，顺顺的滑下去的话，那个产生的力道可能有100，对不对？那我要是先前倾，先放下去一点。而且脚跳的超厉害的。应该看得出来吧？有种脚跳超厉害的。对啊，你说哪一个？不记得。我下来的时候啦。嗯，是啊。好了，那、先进去再讲。
种奇怪的状况，你都可以平衡回来了。现在只差说，为什么一直说重心往前什么的，其实是那个是最容易平衡的姿势。在重心往前的状况下，那个万一碰到伸屈，那以前我们不会处理的时候，不会往前扑吗？那其实那个时候的处理方式是说，如果突然碰到很松、很卡的穴，那个时候脚一松就会飞过去了。硬踩的话才会倒下去。对，那要是突然间很抖的话，怎么办呢？很抖的话，你如果身体在后面，那脚就会先跑掉了，你就会救不回来了。但是身体在前面的话，如果突然很快，就可以救回来。然后左右也是，中间还是很亮。你说要不要再做一个之类的吗？左边的也冒出来一点点，但是山顶看不到，只能看到缆车广东缆那个高度再高一半。右边呢都是雨的。Thank you.
晚上七点多的是谁？啊？到七点多的是谁？不知道，最下面的绿线我还在变。啊。要拍一张是哦，山头很完整，来拍一张山头。哎、欸，山头呢？对呀、啊，我跟你说，山头很完整，来拍一张山头。这边就没什么，呜呜哎。沙没有像你的那么沙，因为你躲在坑，你躲在上面。也没有很沙，有吗？那沙有很难看吗？嗯，还好，就歪屁股哎、欸啊，歪屁股，当然多歪了。即使比跟那个，即使跟彰化国际比，这里更快。嗯，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很安心吗？而且你还对着太阳滑。嗯，对啊，你整个。看风景搜搜，啊、看风景搜搜。我继续练习哦，你帮我看。好、啊。你说你要跟在我后面跳。对啊。不管你怎么跑，我现在有。真的太好了。
了，哎呀，怎样？有没有踹倒？但是我有自信停了下来，所以我天超蓝，我帮你拍一张。有这么高吗？啊？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看我、哦。哎呀，上没有办法，上没有完全进去。这样要走了吗？还是要再做一次？看你、啊，我再做一次、啊。好啊。你要我帮你录什么吗？不用吧。哦。啊？还是再走、欸？没有，走啊，就再做一次啊。再一次啊。没有。好，走。嗯其实他怎么知道哪台是51啊？
讲好，现在开始说，你收一台，我收一台，你收一台，我收一台，这样啊？有可能吗？不知道哎、欸。做了很多趟跟着你，你要滑太快。我刚刚就是慢慢滑。你刚刚说什么？哪里可以拍照？我说我想拍那个啊，都看不到啊，又看不到了啊。刚补的。
起来我没有在合大腿的，我是我大，你有发现我大腿都分开开的吗？没有，合的话也可以这样合啊。但是你让大腿很靠近，我大腿中间都有一个大大的缝。我们不是故意合啊，我只是要合板，我不是要去合大腿。但是我发现你合板的方法是合大腿。这样比较简单啊。合大腿，合大腿的要件就是重心对了，大腿才合得起来。如果抽踩的话是合不起来的。对，所以我的练习就是说，从很缓的地方开始合合一点，然后高的地方也合一合。因为我，你以前你跟在我后面的时候啊，我就看我的姿势，我自以为厉害，结果我发现我的腿开开的有点难看。我就是觉得我腿很开很难看啊，我现在才要问你说，怎么办？我腿好丑啊！跟你讲的都是那类的练习、啊。哦，肚子好痛、啊。好了，我们先故意去刚那里，要再尿一下吗？还是就回家了？就回家了，不是很近吗？啊、那就走吧。不是很近吗？是啊，是啊，十分钟嘛。妈妈帮我关。